哇，太多了，很多山的花果山，南通我去过，无锡去过，惠州是我北京上海当然去过了，深圳当然去过了，深圳去过很多。好多人说要不要去内蒙古大内蒙玩一玩。大内蒙内蒙古很想去，我最靠近，谢谢，我最靠近蒙古的就是去银川。我当年呢在银川待了差不多两个月，在宁夏这个地方待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。哎，这是送了一个什么？福建啊，送我什么？福沙。对啊，那个就像新娘子啊，刚才我说谢谢了。宁波没去过，要去吃吃宁波汤圆。好啦，我哎呦呦呦，抖得有点厉害。义乌我去过，我说了，我之前在横店拍戏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就坐车去义乌，然后我哇，是什么年前了？是拍杨八妹的是杨门女将的时候，那就是两千零一年去义乌，义乌就是其中一个中国里面最大一个批发市场，我去到里面我就哇。好好看，但是大部分的东西都不卖给我们了，只能看，因为它是批发的，很难得有一个两个地方他就买给我们一点点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哇，好，就是好像逛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大的，永远都看逛都逛三天三夜都逛不完的一个百货公司，很多很多一些小小的东西。比如说一些厨房的东西啊都特别多，然后一些反正我记得最少要买十件东西他才卖给我，但是我也眼界大开，又看了很多，因为他很多的东西都出口了，有很多小小的一些厨房的用具啊都没想过，哇，居然有这么可爱啊，这么好玩的东西啊。哇，我现在手好累啊，哎呀，好，换你这手。好，我们差不多到了，还有多长时间到了？哇，我们还有十分钟要下播了，我们还有十分钟就到了。厦门去过了，我们上次去厦门去龙岩，还坐了车两三个小时去了龙岩。厦门草莓县。我们去厦门干嘛了呢？我们上次去厦门拍录节目啊，录我们的遇见你啊，遇见我们的宫床公主。大家猜猜是谁呢？宫床公主只有一位了，何文娜。我们去录跟何文娜录影啊，如果大家想看看有猜猜姑姑有没有宫床，那就留意我的节目啊，遇见你啊。我们不知道哪一期会播跟何文娜这一期。我遇见你是什么时候播出啊？啊，每星期四晚上9:15，东南卫视，还有芒果 TV， 还有海峡卫视，都会有的播的。我们这个礼拜是跟明道，在下一期是杨丽萍老师。如果大家想看看我跳霸王鞭。霸王鞭不是霸王龙啊，跳的霸王鞭，打鼓啊，一些啊，跳舞啊，跳舞肯定不是我的想象的跳舞，唱歌都不是，化妆是好厉害，我都没化妆，还不需要化妆师，对，我现在是要去工作，好，就去会看到化妆师，昆明好啊，四季如春。去昆明的话我也可能要再买，妈妈要让我买什么杨杜菌我上次去了云南丽江，买了给爸爸买了一包杨杜菌，他说好好吃，我上次再去的时候我就要给他再买了。好，我们都快，我们马上就要到了，哎呦有点
有点抖，有点颠颠颠的，像坐过山车一样的。最后问一下大家。好了，我最后问一下了，你们有哎呀，手机跳了。好，我最后问一下，你们要下播了，你们想看到我拍的第一个问题啊，拍到哪一方面的抖音的短视频，可以告诉我是哪一方面的，就告诉我，就 at 我告诉我。或者你们想看到我直播是跟你们分享什么，或者是就这么简单轻松的一个随随便便聊的分享啊，还是有一个什么的主题呢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比如说我想看到你的整个护肤的过程，或者你想看到我整个在健身的一个过程，还是我化妆整个从素颜化妆师给我化妆造型的一个整个过程，还是想看到我给你们示范我最爱吃的甜饼是怎么操作，也可以就告诉我，我们尽量就可以安排。好，那就记得加入加限制，对呀、要加入我的粉丝团，要关注，有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们啦。今天拍什么？哎呀，今天要拍很多，今天要拍摄。如果等一下有中期间有空的时间，如果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，我们今天可以有时间拍一个短视频。好，我们就看看啊，健身。好，我看到了，还有你可以 add 我，就告诉我。好啦。我看的有好几块健身，但是说明啊，健身的话我就不可能就不停跟你们讲话了，因为健身我不可能变健身然后变看你们的评论讲话。你可以看着我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是有什么要点，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跟着一起做，可以预先在健身房等我啊。养生也好，养生啊，护肤啊，看来大家都是喜欢变漂亮的美妆。我现在自己很少化妆了，我好像感觉我过去有半年了，不超过半年了，超过半年自己没化过妆了，都是化妆师替我化妆了。反而如果在香港的话，自己出去的话，我可能就自己化妆嘛。现在工作不需要自己化妆了，眼睛有点痒。好啦，护发，哎呀，护发的话我又没办法洗个头给你们看。洗发水，我在哪，我在去工作的路上。好，我是70后，我当然不是，我是60后的。干嘛瞪眼？因为刚刚抓了眼呢，刚刚抓了眼睛有点痒，所以瞪了一下眼，不是给你们瞪眼。想看姑姑跳舞。跳舞，哎，我已经好尽力了，关于跳舞这一块。